欢迎来到404档案馆，在这里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。2022年1月21日，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经1079天。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，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，并没有被民众遗忘，为公共安全和健康充当吹哨人，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。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评论区，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写下日记，网民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。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，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。由于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，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，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。新春佳节，团圆的日子，但同样也临近李医生逝世3周年。名为西西的网友说道，放开后的第一个年，除夕团圆夜，我们还在牵挂着你。名为 Maggie 刘的网友说道，我们全家除了女儿全部已经阳过了，这两天也和朋友聚餐了，感觉好久没有相聚，疫情会过去吗？愿你的家人安好。名为老聂早点退休的网友说道，李文亮医生，你在那边还好吗？我们这昨天下了雪，今天上班好冷，希望你下辈子投胎的话到我家当一只小猫咪，我来好好照顾你，过一辈子舒服快乐的日子。名为橘子饼的网友说道，我又来陪你抽烟了，李医生，我爸白肺刚走，就在你们中心医院，妈妈救过来了，两个老人在20楼消化科住了3周，爸从进医院到走啥也没交代，缺氧人都糊涂了，你记得帮我问一问。名为小蘑菇的网友说道，李医生，刚才我妈给我打电话说我们老家那边人，他们说不少人都走了，生命太脆弱，或许我应该想通，早上和妈妈吵架哭着上班，同事安慰了我几句，感觉好些了，总之就是坚持着咬着牙活下去。你那边好吗？新年了，希望你一切顺利。名为夏雨海的网友说道，好想爸爸啊，他走了快一个月了，可是我和妈妈还是无法向前看。名为叶绿之素的网友说道，兄弟，快过年了，大家越来越困难了，但是不能投降，不能倒下，生活还要继续，你家人不知道忙啥呢，希望一切都好吧，希望你的女儿健康吧，去那个有你名字长椅的地方读书。名为雅士 Claire 的网友说道，我每天早上7点出门上班，晚上7点到家，没有一天可以休息，医院里走了很多老人，我眼看着这些老人打着呼吸机，越来越白的肺，越来越窘迫的呼吸，最后也救不过来，真的感到无力和疲惫。名为随心顺意的网友说道，工作尚未起色，生活处处需要钱，看不清未来，回不到过去，一句会好的撑过了一年又一年。名为牵牛花不懂浪漫的网友说道，李医生，在天上给我加个油吧。名为 JY 卡夫卡的网友说道，李医生，我也算是堂堂正正干活，靠自己的劳动赚钱，又不靠任何人吃饭，但是社会等级观念从古至今从来不曾真正的消失，真的很遗憾。名为安鹏2017的网友说道，正值新春佳节，14亿中国人欠您一声谢谢。名为 Lucky 树城的网友说道，看评论看哭了，原来你被这么多人记得，今年很多人可以回家过年了，你也替我们开心吧。名为云夜影离的网友说道，李医生，今天万家灯火，希望你在那边不孤单。名为一路繁花似锦的网友说道，李医生，今天大年30，想起你突然心酸流泪，是不是不应该，新年快乐。名为冬至大包的网友说道，亮亮，冯天瑜先生去世了，他曾为你的事情奔走过，请让我们记住他。名为晚星 Keeper 的网友说道，为众人抱心者，所以冻病于风雪，星火犹在。其实正如一位网友所说，这个评论区是英雄和凡人的纪念碑，这么说是因为英雄同样来自凡人，并因其平凡而伟大，英雄在这里接受凡人的怀念，也承载着凡人们的世界。以上就是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评论的近日精选，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和记录互联网上民众的声音。中国数字时代 CDT 致力于记录和传播中文互联网上被审查的信息，以及人们与审查对抗的努力，欢迎大家通过电报 Telegram 平台向我们投稿，为记录和对抗中国网络审查做出你的贡献。投稿地址请见文字简介，阅读更多内容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cdt.media。